张梯是我教他的、欸，他每次都想在镜头前面装被害者，很无辜、很可怜的样子。但是平常都是他在欺负我，对不对？你问经纪人，你们的公司里面呢，谁最常欺负谁？看谁现在表情最无辜。会。那记者怎么都不说话？直接笑。那当记者也要当花瓶是吗？连当记者都要花瓶。请你吧，来，我跟你讲啊，奇怪，早上这是我帮他训练的，你以为他讲得出那么好的话吗？哭了，好哭啊！他敢骂我花瓶，早上这些是我教他的、欸。他还跟我说，哇，你上媒体课管有差、欸。看你们刚感情很好，但是刚好一秒就翻脸，你们是不是其实是？表面的姐妹了，我们是塑料姐妹了。我们感情很好，感觉子琳是不是在公司有被师姐欺欺压？我跟你讲，被欺负的人全都会这样。没有，没有这样。他每次，等一下安静了，我要发话。他每次都想在镜头前面装被害者，很无辜、很可怜的样子。平常都是他在欺负我，对不对？你问经纪人，你们的公司里面呢，谁最常欺负谁？看谁现在表情最无辜？会。左边那位要跟上哦。他左边是你。对啊，那我们跟上啊。我的音乐季的那一天表演看。叫什么名字？歌名？李志玲。哦，不是。Doki Doki， 这个是心跳加速的日文，这样子。好可爱哦。好。我们来了。笑。可爱。哇，好漂亮哦。亲他，亲他。哇。表情不要变那么快。你下班的速度也太快了。而且我韩阳女孩写真书的 logo 也是她设计。哦，嗯，对。天哪，三个感情很好哎。必须的嘛。毕竟在同一间公司一起都在互相照顾、互相保护一下。毕竟明天又会见到面之类的。两位可以谈一下，江江是怎么样的一个师姐？我觉得她心地很善良。然后很会 cover 别人，很会照顾别人，因为可能我们俩工作经验比较少的时候，他就会先小小的提醒你一些小细节啊。早上，这是我帮他训练的，你以为他讲得出那么好的话吗？然后跟你说，哎，这应该要怎么做，然后让你有一点安心的感觉，有心理准备这样。对，对看不出我是这种人吧？这私底下就是会让大家很开心的一个存在。记者要当花瓶是吗？连当记者都要花瓶，讲不完。我喜欢这样子站着，他直接干掉了，直接不讲话。对啊，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。所以我在家里反反复复练习好多次了，我自己当记者问我自己呢。哎呦，刚刚都有预判到吗？有有都有那个，差不多都有哎、欸，几乎全中。几乎全中啊！那等一下才是重头戏，所有都是随机应变。你像很多人就问说，哎，等一下干嘛？等一下干嘛？明天工作内容是什么？其实我们通常身为演艺人员都是。状况外的，就是现在进来，哎呦，来开始，因为太多资讯了，对，每天都要理清楚。我觉得 Kimi cover 得很好，都会，对啊，我就马上讲话。他都不讲话。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抓得到，因为我想让他们讲话，但是给他的话就会有一点，可能会害了他。我喜欢这样子站着。先蕊好，他知道，我知道他能回答，再读给他。
紧张就写了一些。你们刚才录影的时候，录影的时候，上班的时候，对，我要先写好了，小紧张，小紧张。我刚刚已经先写码纸了。刚刚还跟粉丝说，明天一跟我写真，我被粉丝说真的，他在跟我开玩笑，哎，敷衍你，真的。真的，你可以去预告我的写真，真的。我这个是猫猫熊，有胡须的。你们这是什么？眼睛水汪汪的熊。瞄太近了，不够开。哎，太冷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样才有你的特色。对，那这个当我们手就是不要被别人发现哈。是在哪里？猫猫熊啊，这什么对怪动物？这是猫猫熊啊。看起来比两位好。哎，你这什么发言？你这小兵发言不可以这样。不理性，理性还是很理性。蛮可爱的啊。怎么了？是想睡觉想眠，然后眼距开开，然后眼睛很累的样子，睡眼惺忪，准备素颜的样子。一个就是小熊猫咪，它在唱歌。哎，你它没有鼻子哦，还是这是鼻子？对啊，那是鼻子啊。那它的嘴巴在？它没有嘴巴。那我要。今天很开心呢，就是担任一日店长跟我的师妹们，我只要跟他们一起工作，我就是会非常的开心。这我是我的熊熊猫，然后它在唱《任性的任性》。哇，任性之旅。好，谢谢。你介绍，这个就是我的想睡觉，然后眼距开开的小熊，很像他。对，他想睡觉，整天想我。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